黑暗修哥的。两滴幻魔血现在就能杀他了。清醒也不慢啊，清醒也不是很慢。我准备好了。来，你死了哥们，升级我知道。那也没什么用啊，他已经崩了，我这个点燃一挂。我知道他会升级。带着怎么样？就和游泳一样，只有如此吗？回家，他玩不了了，再次单杀。这个限制好能控到外面，完美。别怕，一级怎么杀呀？看谁中了啊！恭喜时光 ，OK。我待会用，我待会用你的号跟双排，我再打好吧，时光，不急的。你的号现在翡翠还是白金对吧？翡翠了吧？换推线。撒尼尔表想怎么？推线可以游一下。胶水，这两个都带胶水。铂金 ，OK OK。好，我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没有？坏了坏了，余毒没有解药 ，Nice。飞鲲直接大穿 ，nice， 合作愉快，兄弟们，这对面下路还翻个屁呀、啊！这下路怎么玩？这不越塔还可以吧？感觉直接又失误了，快，真要给我赢一下午。来，烫死！再来啊，加里奥，来 ，Q 拉开，大鲨鱼，加拿，这么以为啊？怎么说？拥有着极高的熟练度啊！回家，完美 EV 啊，双杀，怎么说？升级血啊，再喂鱼。直接不要了。
他应该也是要做那种，反正也是要么就是风暴跟巫妖流派的。六级了，六级了，该点的信号还是要点一下。但是这波我暂时不去了，我们要拆塔，不能说是老去学手。走，连兵带塔全要，再叠一层系带。鱼雷，大海就不够了啊，退一下吧。兄弟，你这个血量下来认真的吗？可以，加里奥作为队友来说是一个好队友，他救人心切，还可以。杰拉这个状态，去，但这个飞机还是蛮小，好像。我没事，先杀杰拉。懒羊羊大王，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哎，怎么有个男枪呀？走了，急不了，急不了。艾迪去中路补个线呗，艾迪。给他去中路补线，咱们都不亏，那有点亏。想看戏法吗？点个信号，点个信号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回家，游走了好像。回家了。一起来踩一下，快点来！我给你来个大鲨鱼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Q 带走 ，Nice。怎么说，加里奥的这阵受伤了没有？我感觉他很难受。看一手剑姬，人呢？人不见了呀，剑姬啊！算了，我来帮蛮王拆个塔。来吧，来吧，兄弟啊！帮你推，不然我感觉蛮王推的有点慢。怎么打加里奥没看到对线？你来晚了，兄弟，我这把对线把加里奥干碎了。我主要是要躲他一根 W 还好一点，一根 W。不过这个加里奥他出的不是肉，他带的是黑暗收割，就有点脆。如果这把加里奥他如果带余震的话，我打的会很吃力的，就杀不掉，很难杀得掉，反正不是说杀不掉吧，很难杀就是了。咱现在刷这个，不得秒他，给他挂点来带走。哎，我点燃了！哦，我点燃了！
失误了，不好意思。有屏障没有？真有啊！教主 ，OK， 新伙伴教主登场，咱们一起杀哥们。完美了，这样。我们中路对线杀穿，上下也扎穿，这一把简直就是围绕着我们来设定的。上吧，就上路吧。然后我再上，算了。想看戏法吗？下去吧，打龙。哇，这把没得玩了，这把十五了。这对面是能挣扎，我是不信的。鱼雷，正中眉心，帅。来，不要吃了 Q， 左背，哎 ，Q 一下 ，A 一下，哎，一起来一个 W 点的带走，怎么说？帅！鱼人完成我这样不是必点上分吗？各位 ，Q W A 一下，一起来一个 Q A 和带走，死了！我的问题，操了，我想省沙漏了。自负了，我自负了，这波，不够美，一空了，主要是。开个下塔，啥你也不要想走了我。谢谢了。哎呦，杰拉在后面是吧？哎呀，没用，你敢正面跟我作对吗？拉开！他很急，无所谓。闪现拍死我，怎么说？走吧，蓝天有大的。走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再给大伙上个电视，好吧，兄弟们喜欢的们可以参一下啊！大师以上打一把，大师横一把，基本上输不了。今天已经六连胜了。好像想看戏法吗？和游泳一样。
一级月冰鲜不给吃。如果你说实在吃不到，那就不吃了呀，那没办法，那除非说你要扛到他的伤害吃，实在吃不到也不行了。那对面他你带小炮，鳄鱼这种确实挺难受的，有时候，但等我排到看怎么处理。干嘛呀，裴坤？开加洛，妈的，交给你们了。OK， 牺牲了，这不，艾欧尼亚是吧？对的兄弟基本都是艾欧尼亚的大师或钻石。不会这都不同吗？大师。我去中吧，把他们这个给拆了再说。蛮人带下，我来分配一下。给他咬死就好了，可恶啊！